你政府你出来讲好清楚，恁当初单局，这张俊雄、谢长廷、郭文成这些人，我拜托你出来讲好清楚。阿门港人安怎吃袂饱袂甜？你唔是化民主，阿门港人安怎听恁？恁的舞台位倒起来的，恁想看卖啊嘞？望一个良心嘞，请恁提出一点仔良心。今仔阿门港会袂春，恁爱负足大个责任。我把全部的不幸拢爱算伫恁的身上，这点就是到我死就对啊，我拢甲你记掉诶，安尼。因为我吼有一间店，我拢无赔半角银，吼，啊，所以我才会去新闻去，监察院陈情嘛。我讲你不爱赔我，你爱有依据是虾米货啊？对吧？我感觉足莫名其妙啊！哎呀，唔是咧青春，你啦不爱赔我钱哈？我都足简单，我唔捌你嘛，我当作我唔捌你嘛。你是不是要青春？我低三五，你是不是爱白话？咁是安尼，所以我才会用十几年的心血去了解阿门港所有的过程，包括我哈有行政书院，我拢书院有理由哈，家拢有白纸黑字的，吼，唔是我讲的就遵守。所以我即卖是安尼啊，乡亲啊，咱大家含政府吼拍的契约吼，大家照聘照聘啊。啊，即卖吼阿门港的家吼，才两千几户吼，因大家招聘相信政府呢，啊，大家招聘照给大家迁出去呢，迁出去以后呢，你东摸摸西拖拖170多亿，中央政府下来的170多亿哦，不见了，夭寿哦，啊，这真正但是哈，我在曾博士，我再补充一下哈，跟肖律师，我在红毛港是依据哈红毛港第三次迁村修正计划书作为行政地约的安置户哈，伊哈，阮到啊四年启动迁村哈，啊伊这本哈，当初会当要去开会是这些民意代表哈，甲自救会，甲一寡重要干部名尔。其实我拢唔知啊，我到阿门港迁村，我唔知啊。红毛港有一个红毛港迁村策进委员会，嘛唔知啊有这本策进委员会第三次修正计划书。这本是阿门港吼，1995年6月10日开始拆伊，咧拆除以外啦吼，1995年11月才引出来。我阿门港是为国家经济，经济建设牺牲诶。包括阮的生存权啦，因为破第二天后以后，阮靠海为生的人，阮的渔资源，阮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拢无去啊，包括内外海。所以阮爸爸吼，伫我细汉的时阵吼，伊就拢爱去过，伊家人啊，去南方澳啊讨海啊。阿门港人是为国家牺牲的人，结果你给阮的白相是这种物件，个个搞用断水断电赶出去的，是我。身为红毛港的对，慢叫哈，你起码公现在是这样的啦，因为我刚刚从你的来龙去脉，我知道了哈，中央政府已经拨了304亿给你们红毛港的迁村哦，啊，在期间过程里面，在迁走的过程里面领走了92亿哦，那现在呢，应该还有212亿哦，但是212亿呢，你说只看到了40亿。那有172亿不见了呢？对呀、啊，所以 我感觉有172亿不见了。我跟你讲哦，现在是这样的哦，你要把它讲清楚哦，你把172亿哈讲得清清楚楚哦。你说他们都有文件在案，我跟你讲，现在是查到进户呢，基本上是查到进户呢。我有看到这些东西，甚至于人事实地物文号我都写清楚。那我缺额172亿，拜托了，172亿也不是普通人，要讲得清楚。你不给他讲清楚哦，这查到政府哦，装不给你呼呼的，反正你也不知影嘞。哦，所以红毛港的起程哦，第一两年要全部哈、完成哦。第一迄个安置户的部分的对啊哈，不要讲哈伊的。迄落伊有安置户的时间，伊有迁出去，但是阮的行政地约吼，这个并是用我们的财产哦，诶，公告限制去换来的，所以甲伊户口迁出去无啥物关系啊。
你敢听哦？你为什么爱共拆掉？吼，阿门讲千村变灭村，当初讲好的吼，209万起三楼透天安置阮，结果你嘛无执行，啊，结果吼，你土地嘛无白出来，阮哪有钱？阮若建土地伫遐起的人吼，无领105万以外，阮就爱搁摕钱搁甲政府买土地。搁爱贷款400几万，阿门港千川八面川，就是安尼来的啊。1983年11月29日，为着红毛港的居民、千川的权益，去高雄市政府抗争。咱看嘛，这个单局吼，单局一只，这个箭头，红色箭头指的这人呢，啊，单局，单局呢？迄阵是在亚单局在亚，哦啊，带啊，即卖伊是高雄，伊是前高雄市长现任的监察院长，哦啊，去甲伊迄阵带红毛港、红毛港的所有的居民哦，去高雄市政府抗争。啊，迄阵吼，被抗争的是高雄市长柯水德，哦，高雄市迄阵吼。拢是国民党咧执政吼，啊，迄阵高雄市长柯水德，啊，单局带红毛港的所有的居民吼，去甲高雄市长柯水德抗争吼，啊，这个是1983年11月29日吼的相片吼，这是红毛港理事千村的理事长洪方启提供的资料。好，我们曾博士刚有提到，他说一开始是304亿，然后补偿了90来亿左右，哦，剩下214亿，然后我们针对了其中的42亿啊，然后法院上算出了裁判费2000万，然后172亿不见了，也就是我们要追啊，好，我们来呼吁大家要去追这条钱的金流了，对吧？嗯，是不？曾博士，咱讲这个是一个其中的重中之重，是这个嘛？好，如果是大家爱专门来关心的，对吧啦？好，这个。我要讲的哈，就是阿姆讲哦，因拢讲阮是战友工地，我唔知影什么叫战友工地。阮300几年，阮乃战友工地，阮嘛有所有管证啊。阮有三个，阮有原哈阳，啊，佮有迄个建地墓的所有权状。利用占有公地，我唔知影是即马是安那，有海水挂去的300几年祖先的祖地是无咧用，啊，毋过嘛有土地吧？你应该政府本来就是为虾米会立这个法？土地法194条，就是调节地方的经区域的经济。阿门港为着国家牺牲，你嘛知影，你要抗议，搁再抗议。没有效。这种内容的对啊，你拢知啊，所以才有这种法律出来嘛。所以阿门港是为国家牺牲的。好。阿门港人是可爱为先嘿，啊，就是对。高雄港的环境。迄阵你买当减税，啊，买当免税。配套措施。哈、哦，是啊。啊，只要哈、哦，迄阵海印怪的，依土地法第12条第2项，阮只要哈、哦、恢复原状的，当依原来使用的时候，阮只要去把所有权证搁请回来就好啊。是。啊，为什么哈、哦、议员这民意代表较会决占有公地用1/10倍？阮兜的。90坪的土地，比高坪打一折，这是报纸。比高坪，报纸都可以查得到。哎、啊，那个一之三有土地所有权状也变1/10，即马是安那？阿门港即马是记载人留的，还是记载人挂？阿门港一之三40坪的土地领两届钱哦，82年提存一届，96年搁领一届，40坪的土地领无30万，吼、哦，一坪合起来7500，吼、哦，啊。建地吼，建地一坪领准15000，伫82年提准15000吼。安尼阿门港人叫做食袂饱袂甜，安尼我阿门港总共吼，需要伫55年啦，无征收1/3的时阵就滴啊。遐1/3的养殖地，遐嘛是养殖啊，诶人口啊，甲掠海的人，因为国家的经济牺牲，结果你政府，因为遐对。因为你这不是民主的国家的迄落一个政府应该是有的、啊、你四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叫民主自由，对、哦，所以你拢做无到，所以我今仔我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是我
就是我爱替我南门港人讲话，为国家牺牲的，依宪法来讲的对啊，五一六六一五六五二的对啊，五一六六六五二。司法官这该税。所以讲嘿啊，是不是爱补偿爱迅速哈，啊个爱相当。对。这个红毛港呢，你是不是？你行政机关跟虚地机关出来讲一声，红毛港为什么贪得无厌？我们领多少钱？哈？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一些？为什么？安尼想敢为国家哈？哎，乡亲啊，这本地是一个青春，咱红毛港人哦，为着咱国家的经济哦，青春。现在青春。哎、欸，因周身四百当来哦，到底家哦，啊，你叫人签，人为着你国家的经济人签哦，签了以后呢，中央政府落来的钱，一百七十几亿无还，一百七十几亿无啦，敢着？对，对，啊，一百七十，哎，啊，今麦煞给人乌龙蛇刀，啊，一个蛇有啊，蛇无的。因为伊感觉阮南门港人教育吼水准较低，老一辈伊就是毋捌字嘛。你予伊叫伊领钱，伊就去领，啊无了，伊袂晓领，也袂晓去法院提准，就拜托里长嘛。啊，所以阮少年一辈，阮在做工课，啊是讲吼，遐个搁较迄落青壮年，阮拢去家人讨海，拢是一挂老弱妇孺，拢伫村内。啊，咧牛咧创啊，他们根本也不懂，他也不懂法律，所以就是所谓。红毛港撤进委员会拢是遐明代啊，啊，自己为因遐去参务尔，因去参务。其实我个吼，伫啊红毛港就是1997年7月31日为平地的时候，我个唔知阿门港有一个红毛港第三次迁村，嘿，第三次的修正计划书，我个一个红毛港撤进委员会，所以我拢去研究遐个内容吼，所以我较解所有的全部进步吼。第一，今年的15年的时效请求权告啊，我起诉于高雄地方法院，所以一准裁定吼2800几万的诉讼费，我就是这笔钱是代扣土地增值税，是为阮的土地补偿款扣出来的，你是爱还阮？对。无伊，因为这是提存书伫地方法院呢，有啥物爱叫我？讲什么产民权？我唔知影什么意思。来来来，现在浮在账面上的，现在整个红毛港是全部迁村迁走了，但是中央政府所给的300多亿的预算里面呢，竟然有170亿不见了呢，这170亿应该是这些红毛港的所有的村民哦，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呢的补偿费用，是他们祖先400多年来祖先哦留给他们的家产呢，啊，这不见了啊，这变哪讲？是安那？咱讲到170亿哈，红毛港的迁村170多亿不见了。中央拨下来的300多亿，东搞西搞，搞得有170多亿不见了。讲到这170多亿呢，一不见，马上台北大地震，天地为之动容。我跟你讲，天地都在生气。来，这段你解释一下。好，来。好、哦，这就是安怎？这既然这么大笔的金钱啊，172亿，怎安呢？来，凭空消失啊！吼、哦，啊，如果现场啦有听到这参与的人啊，吼、哦，是不是这个172亿的回不变不见的这些人啊，是不是看到这个大地震，是不是魂飞魄散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天理，连这个天理都看不下去了，吼、哦，也就是讲，咱这340亿扣掉90亿，啊，其中的41亿，这个不见了的部分也看得到了，有一部分补偿了，有一部分提存的部分，那扣掉都有172亿，就是不见了。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要发挥这个追求蓬荜这个案子的精神啊，包括香蕉案啊、红毛港案，这个就是我们要全民来关注。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事情都不关注了，那谁会来关注？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讲的？也就是说，这个红毛港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这边哦，也算是第一集。包括侯会长就从南部来北上来，然后就是要我们集合愿意关心的人，愿意关注我们这件事情，周遭的朋友啊，一起来关注，一定要把172亿追出来，这是我的意见。来，会长你给我讲，来。
我今天身为一个红毛港人，我一定要了解这真相。是安怎？阮哪会食袂饱袂甜？如果阮若爬到遮好着滴啊，阮哪会青春变白春？啊，当初讲好个嘞，你政府没有给人民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吼，当初讲好个哦，遐土地土地安置户伫中安路要安置红毛港个居民，结果有啥物个村22.4公顷。遐咧生花草啊，阿门岗人流离失所，无领着钱的，困公园的，吼，啊，所有的搁较残暴的迄个手段，是甲阮用你不服的人，甲你用断水断电硬拖出去的。这点是我今仔日要愿意站出来为阿门岗，吼，我无啥物无学历、无才、无势。但是我愿意吼去了解我的故乡是安怎被糟蹋的，所以我就是今仔，我就是毋捌你，搁较毋捌着你啊！我伫四界奔波，包括监察院、迄个行政院、港务局，啊，高雄市政府，我拢走甲无爱走啊！但是因拢是，迄拢伊的责任，伊杀你，伊杀你，拢甲阮当作笑的，互阮哦，阮伊知影，阮拢无领着钱，无资源。阮无顾得滴啊，阮就无力啦。但是我身为红毛港的土生土长的小孩，我袂当让我的故乡为着国家牺牲，讲，搁讲阮无领着钱，阮食袂饱袂甜，一领搁再领，领什么钱？来来来，安会长吼，来讲个清楚，你心内即马足袂爽诶。较早东华、美丽岛因遮个人吼，帮恁出气。出到尾啊呢？你感觉吼？我讲给你听，乡亲啊，来来，你应该点名，你点名，你点不清楚，点不清楚。单局，哈，这刚才影像呢？嘿，对啊，我就是直接讲的，这伊的相片伫遮，我若有作假吼，大家拢会当来看，啊，无提起公证，哈，看是毋是我作假，哈，这就是安尼啊，证据啊，单局带门港的自救会去抗议的。所有的安置户拢是因遮的东湾迄种律师团，吼，汤金泉、汤金泉伊嘛是啊，因较早拢是东湾的人，因捌法律嘛。张俊雄嘛是啊，遮伊的新闻稿哦，伊搁爱要求吴敦义袂当因为选举着滴啊开空壳支票。阿门港吼有10年协议，如果阿门港若十年无签，台电来搁伊照每个月5000块的。迄落台电污染费啊，吼，阿门港人结果拢无钱有落来，但是阮拢无看到钱诶。来来来，新闻稿吼是伫个1998年，就是安尼是87年9月17号。新闻稿，来来，这张新闻稿吼，等下吼，我公布吼，念互咱大家乡亲大家听。啊，即卖我吼，我是今仔日第一日，小弟。册读了无济，电机博士尔尔啦。啊，我一听这个洪会长咧讲吼，中央政府吼有照顾着恁阿摩工人咧，阿摩工人咧。伊讲有就有啊，伊讲无。中央政府互恁300.4亿咧，东摩西摩咧172亿不见，也就是60%咧不见了。不见了啊！所以讲哦，夭寿啊，这真正这若下落以后，唔知要死几个咧哦。好来，安尼，咱今仔日，咱即摆做第一集，所有红毛港的人，恁大家要听好。即个红会长吼，已经把这个小做出来哦。中央政府给恁304亿，啊，恁领走92亿，即摆吼剩40亿，啊，有172亿。到底让人，什么人上下其手拿走？啊，这个过程哦，咱萧昌哲萧律师哦，有哪，啊，咱大家吼，咱甲催醒，咱一路甲看咧，啊，有哪，让咱转地球哦，所有海内外台湾人知影，人阿摩红毛港人哦，这红律师吼，到处奔波，互因家吼，为着国家的经济哦，互恁，哎，人这是人祖先400年前来台湾。祖先安尼一路安尼住喺厝，恁共骗走，共断水断电，我想是吼，拢大家拢安，啥物讲恁袂食袂啥，食袂了，食袂饱袂甜，食袂饱袂甜，夭寿啊！你人摕100块要互因，恁共摕65块去走，
啊，三十五块分给人，啊，你讲人卖吃卖打，唔知是当你吃卖打卖甜，哦，吃卖卖饱卖甜，卖饱卖甜，夭寿哦，夭寿哦，我跟你讲啊，等下佫会大地动，我讲给你听，恁家哦，恁家要较注意吼，来。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最大缘分。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最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物错？当来故乡面对乌老，牺牲嘛有加过。台湾的青年唔通徛坐落，一抱过一抱，独立建国永不回头，冲破乌巴佬。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做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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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决战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先暗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靠边仔孙，撇撇仔孙。代代永远第三段，翠绿是波多美丽山河路，土当拢会活。风来微，鸟难飞，抬头看麦，阮多开看，阮多开看，头顶头顶的忧伤。台湾中国一边之国。